Costco 3月的折扣姗姗来迟，但是呢，它终于是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苑。那很多粉丝都在问啊，3月份的折扣为什么还不开始？确实啊，这次拖的时间比较长，从2月份到3月份呢，中间差不多过了一个礼拜。收到这个折扣手册以后呢，我也是仔细的看了看，不但啊这次拖的时间比较长，而且我个人觉着啊，里面可选择、可推荐的食品并不多，虽然说不多啊，但是也还是有亮点的。今天啊，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。视频正式开始之前，请订阅老苑的频道，点击视频右侧小铃铛，给你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。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这个呢是火龙果汁儿，它优惠了2.9美元，现在卖5美元啊。它这个是64盎司，就是1.89升。火龙果啊，含有低聚糖，它具有调节肠胃的菌群、预防便秘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啊。所以你看，它这还是写着呢，对肠胃健康，而且呢提高免疫力，而且它这个还是有机的。另外呢，火龙果里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，比如说花青素啊，它可以消除自由基啊，抗衰老，还可以保护心血管的作用。但是它这个啊，热量也不低。它这个呢是每一个单位是240毫升啊，就有50卡路里的热量。它是没有任何的额外添加的糖，每单位这里面有13克的总碳水，其中呢3克是纤维，另外呢还有16毫克的钙和79毫克的钾，还有维 C 啊10毫克。那刚才我说了，它这热量也不低，它呢是66%的果汁啊，不是纯果汁。而且呢，他这边也说了，建议你每天不超过一个单位，就是8个盎司，然后也可以和别的混合在一起，一起来喝啊。这一期啊，我发现有2款蛋白棒，所以我给大家对比一下。第一款呢，就是这个，看着呢它是有机的，非转基因的，但是呢，首先啊，它是要冷藏的，你发现它是在冷藏里面。那主要呢，因为有2个口味，一个是黑巧克力，一个是花生酱。所以可能在常温状态下有可能会化一点点。这个我看着它的营养成分啊，我觉得还是蛮推荐的，它的热量还是很高的啊。这一个棒呢，花生酱的是340卡路里的热量，巧克力的呢是330。你看下面的啊，咱们就拿花生酱的这个来举例，脂肪呢是有19克，胆固醇呢有15毫克，钠呢有50毫克，然后总碳水呢是27克，其中蛋白质呢它是有17克，这个含量还是非常高的。另外底下呢还有维生素 D 呀、钙呀、铁呀和钾呀，各种元素都有，所以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它这个17克的蛋白质就相当于你吃了100克的牛肉里面含的蛋白质啊，这是一样的。那它这一盒啊优惠了6个美元，卖14美元，这两种呢各有6个，这一盒里的一共是12个。这一期里还有一个，这是常温的啊蛋白棒，也是在优惠，这一盒呢优惠了6个美元，差不多也是14美元啊。它这是16个棒，也是2种口味啊，一种是饼干的，另外一种呢就跟甜甜圈似的，但是它们的成分呢也是不一样的。看它的主要成分，饼干的这里面呢是主要是坚果和可可，在甜甜圈这里头主要是豌豆和木薯，它是非转基因的，但不是有机的。它这2种口味的啊，每一个呢都是190卡路里的热量，蛋白质的含量呢都是12克，所以和刚才有机的那个来比呢，就是热量都比那个低，但是呢蛋白质也比那个低。所以两种啊要看个人的喜好、个人的口味，你来决定买什么。这个冰柜里这两个啊都是在优惠，这个是 Costco 自有品牌的裹着面包屑炸的虾，优惠了4个美元，卖15美元啊。但是它这热量也挺高的，每个单位呢是220卡路里的热量，总脂肪12克，胆固醇是90毫克，还有200毫克的钠，还有14克的碳水，所以它这个啊不是很健康啊。蛋白质是13克。下面这个鱼柳，优惠了4.5块，这一袋呢卖10.05块，它这个是4磅重。这个其实我们家原来也是吃过的，吃起来很简单啊，放到小烤箱里啊，475华氏度，烤个11到13分钟，蘸上番茄酱就可以吃了。但是它是炸的啊，所以也不是很健康。走了一圈，我们发现 Costco 的经营啊还是非常用心的，它很多的优惠啊都是应季的。你比如说现在春天来了，像很多维护草坪的设备啊、土啊、种子啊，这些都很多。另外呢，大家运动会增多啊，比如说蛋白棒，还有 VC 含量很高的这些东西啊，都是在打折。这个啊以前我没注意过，它这一盒有15个，优惠了4个美元呢，卖15美元，
我管它叫柠檬水系列，它是有机的，然后呢还特别强调啊，它是不含糖的。它有四个口味，有原味的、火龙果的、桃的，还有西瓜口味的。大大的柠檬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， 每一瓶啊只是五个卡路里的热量，很低啊。其中呢每一瓶含有18毫克的 VC，占每天啊人所需的20%了。春天到了，阳光慢慢变得就比较强烈了。那 VC 呢是特别好的抗紫外线的，所以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这个月的优惠啊有一个特点，因为马上就要春天了，所以春天需要用到的种子啊、土壤啊，还有这些设备都有很多是打折的。你像这个给草坪修边的这个机器，原价是250美元，现在优惠50美元卖200美元。这个吹叶子的机器也是优惠了50美元，现在卖200美元。很多人呢都喜欢自己去打理自己家的前院后院啊，所以啊 Costco 里呢准备了很多相关的商品啊。你像这个是土，这个呢是优惠了2美元卖8美元，很大一袋啊。我刚才看见有一个人大概买了有10袋走。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些种子，优惠了14美元，现在卖60美元。所以在春天啊，喜欢自己干活的这些朋友们啊，赶紧到 Costco 来买土壤啊、机器啊、种子啊，这些都很多。这个呀、啊、就是揪枝的啊，比如你们家的灌木，还有一些呢花，就用这个来剪枝，这个优惠了5美元，现在卖20美元。这一款牛油果的蛋黄酱在优惠，优惠了3美元呢，是卖6.7块。它这是946毫升，这个买回去啊，你做三明治啊、做沙拉呀、啊、做土豆泥呀、啊，这个都是经常用得到的。这款越南米粉啊，优惠了3.3块，现在卖8.7块。这里面呢是有9小盒，在家里吃啊还是很方便的。这两种的燕麦都是在优惠，这个呢是蜂蜜的，这个呢是杏仁的。优惠了2.3块啊，卖5.6块。这个大家都见过玲玲这个牌子的煎饺吧，它是优惠了4美元，现在卖8.7块。这个是一袋呢是4.2磅重，它是鸡肉馅的，不是很好吃啊。这款牛肉波兰香肠啊，它是100%草饲的牛肉来做的，里面一共有3袋，优惠了4.5块，现在卖12.5块。它这个是2.25磅的。 Costco 很多披萨也是不错的，你像这个是花椰菜，是不是菜花的脆的披萨，这期是优惠3.4块，卖10.5块。它这一个是2磅3.6盎司，一共是1000克吧，就是1公斤这一张披萨。 Costco 有的衣服啊还是很不错的，你像这个男士的 T 恤衫，它有4个颜色啊，优惠2美元，卖12美元。我摸上去的手感啊还是不错的。它这个是耐克旗下的，最早的是做冲浪啊、青年的鞋啊这样的一个品牌。同样的啊，这个牌子的短裤优惠了4美元，卖15美元。那三月的折扣视频呢就差不多了，大家注意啊，这期的优惠日期呢是到3月31号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来挑选合适的产品啊。那祝大家购物愉快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拜拜。